大学宿舍总给你按头安利的人。鸡妹妹，你在吃啥子？啷个吃得下去哟、哦？臭死的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别人吃饭呢，螺蛳粉你没吃过呀？啷个没吃过？难吃死的！王子，你是不是没话说了？闻不了就把鼻子闭上，神经。贝贝，你在宿舍吃螺蛳粉啊？是啊，小慧，快来吃一口，我今天点的这家外卖可好吃了。不用了，我不太喜欢吃这个。哎，你尝一口嘛，你吃了肯定会喜欢的。来，我喂你。哎，不用。哎，吃嘛，来。不用，可好吃了，快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嗯。啊！小慧，你快看，我在歌舞台之拍，帅死了。我等一下看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等什么呀？就几分钟，现在就看，我跟你一起看，来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摔死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家哥超努力的，那些人还总黑他，超舞挑厉害的，他每天都……小薇，你看看我今天设置的壁纸，超可爱的，是挺可爱的。我要出去交个论文。哎，别着急，这个系列好多张呢，我发现两张，咱们俩一起用啊。等一下吧，我要赶着出去呢。哎，很快的，我帮你画，你肯定会喜欢的啊。不用了，我用了小精灵美化，它不仅有很多精美的壁纸，还有超多主题，可以让手机桌面整洁又好看，而且还能搭配计时器使用。像交论文这种重要的事情都会提醒的。这么好用，那我下一个跟你一起用。对了，我推你一个韩剧，你看一下，超好看的。知道了，接着看。金妹妹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小慧一看都不想听你说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小慧推荐好东西，她怎么可能不爱听呢？你喜欢别个又不一定喜欢，你啷个啷个自打哟？而且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又不给你推荐，你还不行呢？你推给小慧的局，她肯定没砍。你少在这多管闲事了。小慧，我推荐你那部剧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挺好看的。那第二集的男二帅不帅？帅啊，一看就是你喜欢的类型。第二集男二都没出现，你根本都没有看，可能我记错了吧。算了，我以后也不给你推荐了，把你当好姐妹，你就在这糊弄我。我没有。